左眼皮跳跳，好事要来到，不是要升官，就是快要发财了。左眼皮跳跳，那吉祥的预兆，就算什么都没有，也让我心情好。手机快没电了，充电器也找不到，房东又来催我掏钱，房租还没交。昨天同学聚会，发现别人都混得比我好，不高兴喝得有点高，合伙经营自己单挑，全都